食物冬奥会。忍不住了！哇，天上真的会下八宝粥哎！黑芝麻丸。只是想要一只哈，我也有金墩墩啦！泡菜，得想个办法拦住他。哈哈，我是第一！犯规，恶意推着其他选手，取消比赛资格。隔壁少了一个冰壶，原来在这儿啊！